号镇浓烟弥漫，北港百年炸教庙前广场现场挤满了热情信徒，亲临现场，而至高镜头更是震撼。教班人员经过炮阵洗礼，成了大黑脸炮灰人，脸上积了厚厚一层灰，过程中还有鸾教上的教钱遭火星引燃。庙方说正常现象，而且寓意着发炉，如此景象也让游客忍不住赞叹炸教名不虚传。有啊，蛮震撼的，有不虚其实的，他们都躲很后面啊，太呛了。大家会尽量的把炮，就是尽量的放，尽量的放这样子。北港朝天宫妈祖绕境，除了虎爷、土地公及六尊妈祖炸轿，现场还有炮手持鞭炮快速划过炭火，一炮现场引爆，让人感受满满百年传统的炸轿威力。记者黄家富、彭兴、S N 小组云林报道。